是想问要不要强制博览会是自愿被辅导的，但是呢，因为现在被提醒说是政府报，然后文字内容有错误，他在人事处说这个成绩单好像不太漂亮，是不是需要检查？陈博会现在还在进行中，我刚刚也有跟他们现场连线，其实市民朋友现在下大雨进入的人数还是很多，其实各位媒体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人数的部分，我们还是会等到它展期完了再来做检讨。第二个就是天气会是个影响，那相关的内容我昨天已经说过了，我们管的是大的整个规划，相关的细项都有各局处来做预算的执行，所以有什么问题的话议员都可以提出监督啊。嗯，会啊会啊，当然会，只要愿意找我站台的我都会尽量去，时间可以的话。嗯，谢谢大家。